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敏儿。今天呢，我要进厨房煲汤，煲一个鸡汤来补一补身子。今日我哋煲呢个呢，就系榴莲鸡汤，所以一定要有榴莲皮。香香的鸡的，真的是挺搭的，好搭个。我朋友真的很好，寄过来给我，知道我喜欢吃香香的鸡。我已经习惯冷眼看人生的坎，开完前我不再贪心，也不再想念那过去的疲倦。爱已经走远，我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空间。记得爱之前，不要再想了，何必想念？忘掉多少天，那些纪念无法再回到从前。我也忘了你对我说过那些爱的誓言。现在呢？就等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完成了，好香哦，已经闻到香味了。然后这个汤呢，忘掉多少天，那些纪念无法再。